好，我是 Cindy 袁咏琳。那今天在拍的 MV 呢，就是我的新单曲《你想娶我吗》。因为已经有快两年没有发新歌，所以这一次就是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转变。大家应该有没有发现？感觉完全不一样。因为我们想就是说，回到少女心的感觉。那这一次我就比较特别，是因为我们有很多，不管是发型师、造型师、化妆师，还有 dancer 老师们，一起的一些想法，然后跟导演一起沟通。因为我们在舞蹈上面想做一些比较我觉得音乐剧类型的东西，然后又是居家很生活化，就是跟姐妹淘好姐妹一起的一些互动啊，所以像我们有 pillow fight 啊，然后还有一起做蛋糕啊，那最重要的话就是有请来善存，因为之前认识他，然后一直他很可爱，一起拍过戏，然后觉得他很适合就是可以跟我一起就是演，不要说姐弟恋，就是暧昧 ，OK， 我们这样子在镜头面前看起来，我觉得还不错，搭得还不错。然后这一次也就是为了这支 MV， 你想娶我吗？这样的一个主题，我们就搭了一个这样子的居家的景，然后还有天台，然后还有超市，所以很开心，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新的形象可以给大家。我想每一个女生们，不管现在你是大学生、小学生，小学生也太小，国中生、高中生哈，或者是出社会哈工作的，我们都有到想结婚的时候。重点就是，我觉得不是说我要结婚了，不要误会，但是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少女心，我们都会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幻想说，有一天如果结婚了，我们的梦幻对象会是谁，然后我们会想要办什么样的一个婚礼，这是一定的，我们都有少女心，那我承认我也有，所以这首歌可能就只是一个现在生活过程的一个心境吧。OK， 我们是好姐妹淘，介绍一下跟我很久很久的 dancer， 这位是小美，她是真的少女心，印度当妈妈看不出来。OK， 阿芳、真理、小泉跟蓉蓉。是的，所以今天很开心，因为其实这次的 MV 很大很大都是 dancer 的辅助，尤其编舞的两位老师们哈，还是几位老师们，主要就是这两位啦。对，因为其实这次 MV 很多是舞蹈的一些比较像音乐剧，所以必须有 dancer 很多很多的想法跟导演一起沟通，然后设计，所以他们都是要进棚才可以马上跟道具这样做一些搭配跟设计，真的辛苦他们了。觉得效果很不错，就是这个拖鞋，对不对？第一次跟他腿磨一下，要不然也要按一下嘛，按一下去脚。那像这次不管是发型师、造型师或 dancer， 我们都合作很久了。然后像我这些姐妹淘们，我们都会常常一起就是聊天八卦嘛。然后每一个人不管是交男朋友或什么的，都会聊到说，什么时候要嫁啊？什么时候要娶啊？什么时候要生小孩啊？什么的。那通常就是差那一张纸，差那一个冲动。那有时候可能是男生比较害羞一点，比较被动一点。那这首歌就希望可以送给女生们，我们有的时候可以主动一点点。我们给男生一个小 sign， 一个小 push。说差不多时间了，差不多了，这样子。所以这首歌其实是送给女生们，然后也可以送给你男朋友。好，先很谢谢善存，就是真的为了这支 MV 从新加坡、马来西亚这样子临时飞回来。之前其实我们很早就认识了，然后一直想跟他合作，但是一直没有一起同台。今天终于同台了，真的，而且还从前一天一整天到隔天的早上，对，现在有点累，对对对。这次 MV 大家看到他很可爱的一面，因为我们有很多一些酷手的一些互动，他在那边耍帅啊，然后我也是耍性感啊，然后就是互相想要吸引彼此的注意，对，一种邂逅，对，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玩的。我很期待看到你到时候剪出来的样子。OK 的，大家都很期待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支持。你想娶我吗？想。没有。